车队还有1000米到达，最后确认狙击手位置。是。一号位置请报告。安全。1号位置安全。2号位置请报告。安全。2号位置安全。3号位置请报告。安全。3号位置安全。车队进入还有300米到达。确认4号位置。是。 Thank you.
你没有去接头地点，那儿也暴露了，而且我中枪了，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，请求支援。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。 只能靠你自己了。还记得幽灵法则吗？谁能解释一下佐藤浩二的死是怎么回事？刺杀佐藤浩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，校长很生气，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？都不说话，起来。局长，伤害方面来电。念。经查明，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，与我方无关。都坐下。邓处长，报告局座，据我们截获的情报，南京政府明确，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，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，叫陆峰。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？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，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。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？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？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，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，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。通知各个部门，不管这个陆峰是敌是友，我们
一定要在76号特密组之前抓到他，而且必须是活的。上海的车站、码头，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了，城里也在严密搜查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。通知黑帮和工会，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，抓捕陆峰，绝不能让陆峰逃离上海。是。这四个人，一个都不能漏。